我们搞这个很难，就是要不断的去听，是吧？听人家怎么，是吧？然后找这个感觉，就是你哦，看到这个谱曲子上面，它是这样风格的，这样风格的，就这样，主要是这个原因，是吧？就在自己家门口，就念书念好了以后，念完书了，后来呢就去这个到部队，他们知道我会拉手风琴，那么就把我叫去了，叫去就搞了。那么那个时候在东北的时候好冷的，-30°，-30多°。我们在外面都演出的，所以没有什么很好的设备，没有，对吧？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去演出，哎，那么演出，后来嘛，就在部队，我在部队待5年，啊，后来回来以后，那个时候不是，76年不是改革开放了吗？改革开放可以允许搞外国，以前不允许的。反正啊，这后来我就自己学这个萨克斯。是呀，这也意思了。外国你们跟中国你不是一样了吗？啊，来。出国演出，谁将成为老亚索们身边的女歌手？来，我们照张相一起。往事历历在目，可她偏偏不愿提起。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的，但是你总像朝前看，不要朝后看，后看有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大饭店老爷叔不肯说出的秘密，纪录片编辑室正在播出。玩爵士乐的中国乐手，那，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是不是啊？这位包先生站在这里，坐在这里，他是我们上海最早的一批爵士乐手当中的一位，今天非常开心，他能坐在台下，能听我们的音乐，那大家把这个掌声送给我们的爵士前辈，好吗？看了2次，不输的。那首歌你喜欢吗？我喜欢的。啊，夜来香喜欢吗？恰恰恰恰的感觉。对啊。你刚刚那个外文，你给你感受那个中文的也好的。啊，蛮好的嘛。很好啊。去年我都去了那个欧洲，去完之后我去了台湾，台湾完了之后去了巴西。哦，然后今年过完春节我还去了丹麦。哦呀！丹麦，我上个月刚去了墨尔本，从澳大利亚回来，哦，都跑了一圈了，玩了一圈了，啊，对啊，对，太会，很好呀，耶耶耶，来，我们照张相一起。哦呀，你跑了那个这么多，怎么样？哦 very nice， 哇，好酷，太好了，是吧？
哎呦！这个贝斯呢，实际上这是很简单的，我们弹的，我现在弹的。那么我怎么喜欢呢？实际上我是喜欢古典音乐，是吧？因为他第一个影响给我什么呢？这个我听了一个交响乐，他舒伯特的 unfinished 没有完成，他一进来就是贝斯 solo。哒滴哒，滴哒的，或者旋律，它很美的一个旋律，所以后来呢，我就对这个有兴趣，搞政治的，不大气的，这个是，是吧？搞喜欢拉拉琴嘛，是啦，是啊，就是这样。那么这个辰光最遗憾的就是不能听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不能听，对吧？他听到的有很局限性，很小的一部分东西，就是那时候的所谓这个红色境地，红色，对。这整个社会都这样子啊，整个这个气候都是这样子的，包括收音机、电台里边啊，整个这个社会上面都没有的呀。啊，我们不但不能听，也不能拉，自己也不能演奏。那么后来嘛，我们几个一个朋友嘛，这个偷偷的买个录音机，有个录音机，把老式的这个磁带，大家相互交流听听，啊，所以到七五年，不要七六年，突然这个一天好放古典音乐了，地铁里听我很清楚的，放贝多芬第五交响乐，大家觉得是经济了，马路上人也没有了，都到家里听古典音乐了。我好像记得是放贝多芬第五啊，不要什么，都回家都听哈，好像是家里。就是有这个音乐了，很经济。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darling, kiss me. Fill my heart with joy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加一个 I love you 结束，对吧？对，两个 I love you， 不是两边，一个是，一个出来一个，要不要大家晓得的？给前头三个音啊，音有三个，后头 love you 没一个没有了，要不要大家晓得？就唱两个，就一个 I love you。一个一个，这样这个都是太多了，没有。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OK OK， 一个字。老头子他要 I love you， I love you too。 OK， 那就可以了。哎呀，可以了。老头子一样，关键老头子也认真了，才好嘞。啊，一人要 I love you 了，一样样来了。